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冰天混战。这一局混战呢，我们在左上角是一个法国，有些粉丝呢还是比较喜欢看我玩冰天混战的啊。就我呢，天天发冰天混战，但是这个冰天混战呢，天天发肯定不行的，对吧？我们要每个都发一点啊，什么小快递啊、新地图呀、冰天呐、这个雨露金砖，对吧？每个都发一点，然后一出来。我发现旁边有一个淡蓝色，对吧？这个淡蓝色又在我边上，那么我们又要破坏它了啊！开局捡了个牛，哎，又捡了个钱，然后走到下面又捡了个全球卫星，哎呀，这个一上来运气比较好啊！你看刷了很多箱子，再一捡又捡了幻影，又捡了个牛，你看这一上来运气好，挡都挡不住。那么我们捡了个幻影以后呢，就准备来打这个淡蓝色。淡蓝色看见我捡了幻影，他就很慌，对吧？他造了两个地堡，然后又造了很多美国大兵，但是这个时候呢卡住了，好像有人要拔线了。这个下面的紫色拔线了啊，这个紫色掉线了。那么我们这个幻影呢肯定不好进攻，不是光临，对吧？他这么多美国大兵，我们还是造一个防空车去把他的基地偷了啊。你看这个人他没有造重工，他在家里出了空子部，他想造大炮呀，不要给他造大炮的机会，我们就偷基地，哎，让他收动一下，看到没有，收动一下他的大炮呢就出不来了，他造了一半基地动一下，那么大炮又要重新造呀，就趁他重新造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等一下再去整他啊，把这个坦克派到下面来，然后上面又捡那个苏军基地，捡那个苏军基地，等一下后期我们就可以造犀牛坦克了，然后把这个坦克加幻影走到下面来打他，不要让他造巨炮，先在他家里捡一个箱子，哎，打掉他的地堡，他也捡了个幻影，看到没有，捡了幻影把他的幻影打掉，然后压掉他的美国大兵，再打他的电厂，结果这个下面的蓝色，你看到没有，蓝色走到上面来搞肥手刀，他要跟我一起把这个淡蓝色直接带走，他不来这个淡蓝色也守不住了啊，然后再把他赶走，在我家里捡箱子。现在我们有了苏军基地，先发展一下啊，不着急，在家里呢先捡几个箱子。然后你们看那个卫星上面，卫星上面只有四个人了，对吧？这个下面有个绿色，小岛有个粉色，这个右上角呢还有一个红色，那个红色是个法国啊，它离我呢稍微近一点。我们等一下呢还是要先打这个红色，先出一个苏军的重工，准备造犀牛坦克。这个灰熊坦克也不太厉害，你看这个蓝色，这个蓝色的美国大兵蹲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把那个牛车呢拉到下面来，打掉他的美国大兵吧，不然他那个美国大兵停在那里啊，我的防空车就不太好捡箱子。哎，先造一个苏军重工出犀牛坦克，然后牛车打掉他的美国大兵。现在我们捡了很多钱啊，捡了很多钱箱子，再捡一个，捡一个防御。现在打这个红色呀，我们用坦克去进攻呢肯定不行，因为他也是个法国，对吧？他家里也有巨炮，我们用坦克冲呢比较吃亏。我就想呢把大炮造到他家里去，但是大炮造到他家里去比较慢，对吧？我们就拖基地过来，哎，反正我捡了一个苏军基地，这个下面绿色在打蓝色啊，把基地拖到这个地方来。你看红色看见我拖基地，他想过来，但是你的坦克没我多呀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打开，然后就可以放大炮放过来，先把他这个门口的大炮拆掉，给修一下。你看他的大炮没有修，对吧？没有修，他又出了个大炮，但是他的大炮要掉头，哎，我们又修一下，坦克助攻一下，你看没有？我这一个大炮把他两个大炮干死了啊！然后我们再步步为营，继续往他家里造。他的坦克没我多，他不敢出来，你躲在里面我就装大炮，哎，再造一个，然后打他的巨炮，他又出了个巨炮，对吧？他想打我，我们就修一下，他又没有修，你看他这个手速比较慢，没有用那个快捷键，没有用那个快捷键扳手去修大炮，他肯定就对不赢了。然后我们的大炮照着他家里来了，这个小红呢就非常慌了，他又冲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他过来我们掐住他的头，把他的坦克吃掉，哎，吃掉，再放一个大炮打掉他的孔子部，那么他就造不了巨炮了。这个小红呢就顶不住了啊，直接冲进来把他最后一个巨炮干掉，然后再把他坦克吃掉，小红就没了。你看小红还想把基地夺走，怎么可能让他走，把他基地打掉，然后再打掉他的矿场。现在这个地图上啊，看那个卫星，这个绿色的坦克比较多，然后左下角有一个蓝色，那个蓝色呢我就感觉不怎么会玩，那个蓝色呢它发展了半天都没有看到它
没有看到他多少坦克，而且他们坦克还在我家里徘徊，先在这里放一个大炮，然后在这里边出一点大手笔。现在我们就想呢，抢一下中间的矿，对吧？我们把红色带走了，这个粉色这么多个牛才有的矿，那不行呀。他虽然有三个大炮防守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冲过来，不能让他采矿。这个矿等一下一采他就有钱了，直接顶着大炮拆他的大炮，把他三个大炮全部给他拆掉，然后我们再延伸过来，这样中间的矿就是我的了，把他的矿场全部打掉啊。我的坦克呢也死掉了好多，但是我觉得值得的，把他的牛也打掉了很多呀。然后我们抢到的中间呢，把牛车全部拖到中间来，广外采矿。等一下他大炮又造起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又修一下。他的大炮修得比较慢啊，修得比较慢又没有都赢。修大炮也是需要手速的啊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绿色对我的威胁比较大，绿色的坦克非常多，对吧？而且我们离那个绿色也非常远，现在不能冲到绿色家里去，得先保护中间的彩色矿。对，不要让这个粉色大炮照下来。你看绿色坦克很多，这个蓝色就不太会玩，对吧？蓝色一看就是个萌新，家里的坦克非常少。然后我们再延伸过来，把它山头上的巨炮先给它拆掉，修一下。这一次你看它就修了啊，这一次手速跟我一样快。然后我们两个大炮同归于尽，在这个下面呢再捡个箱子，看看能不能捡到一个三星防空车啊，再出一个蜘蛛铁箱子。现在呢，中间的矿已经被我踩掉了一大半，这个粉色的大炮呢又想照过来，我们就不用跟他拼了，卖掉算了，卖掉啊，反正我们的任务就是踩中间的矿，把中间的矿踩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全部卖掉，然后我这个坦克呢全部停到这边来，先把这个软柿子带走，对吧？因为这个蓝色我感觉他不怎么会玩，先把他带走啊，万一等一下打着打着他突然一下在后面捅我一刀的话，那么就比较难受。赶快把他大炮对掉，然后我们的坦克冲下来，你看这个绿色，这个绿色也要打这个蓝色，对吧？他看见我来了，那么这个绿色就不打了，让我冲，那么我们就替他把这个蓝色带走啊，直接打掉电厂，没有电了，没有电了，巨炮不响，然后把他坦克吃掉，把坦克吃掉，打掉电厂，蓝色就没了啊。但是这个绿色坦克非常非常多的，现在中间的矿呢我们已经踩得差不多了啊，把这个牛车呢先拖到家里来，留一两个牛车再踩就行了啊，不要所有的牛待在中间，中间还有一点点，对吧？再掩护一下，巨炮掩护采矿，只要把中间的矿踩完了就行了。现在我们的经济非常好，而且我们又捡了一个基地，现在有三个基地了，经济好了我们就多出一点重工，把这个钱呢换成坦克，然后我又捡了一个三星的防空车，对吧？捡这个三星防空车我们就准备过来偷袭一下这个绿色，直接走到他家里啊，趁他不注意，他好像没有发现，对吧？没有发现，把他基地给他飘了，对，直接飘掉基地，飘了基地再捡一个箱子，没有捡到升级啊，继续飘，他没有发现啊。然后这个粉色又在中间打我的大炮，现在中间不用管了，因为中间的矿采完了。你看这个绿色想吃我的坦克，坦克往外走，往外走，我的坦克没他多，但是我这个防空车在他后面偷袭他呀。他没有发现，一直偷袭他，把他基地干掉了，然后他捡了个三星防空车把他飘掉，飘掉以后再拐进来，拐进来飘电厂，飘了电厂再飘到盟军基地，但是他的坦克上来了，上来了广快走，拐一个弯，对吧？拐一个弯拐过来，把他盟军重工也给他飘掉，再飘掉苏军重工，打完就走。这个绿色追不到我啊，他那个坦克没我这个车子走得快，然后走到这边，粉色想延伸到这里采矿，把他的巨炮飘掉，然后再飘掉矿场，飘掉电厂，不要让他延伸到外面来，这个空子部也可以打得到，把他的空子部打掉，打完就走。然后我们这个坦克呢没有他多，但是我们的经济好，你看到没有，我这个经济越捡越多了。然后我们的坦克走到这个左下角来，准备打绿色的基地，绿色这个地方还有个基地啊，然后他的坦克又被我吸引过去了，对吧？又被我吸引过去了，我们又来偷袭他。然后这个蓝色在上面打了一个字，他说黄色真六，我们去偷袭他，把他的基地给他飘了，对吧？飘掉他盟军基地，然后拐过来再飘一个，再飘一个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装逼车非常
非常秀，对吧？他怎么办？他想揍蜘蛛，但是他忙不过来呀。你看他在用那个大兵追我，哎，追我再一飘，对吧？飘掉以后走过来，再一飘，把他重弓飘完，再飘，再飘，看到没有？瞬间家里都被我飘完了。然后我就想把他的建筑全部换掉，对吧？换掉他的建筑，他就死了呀。他坦克再多都没有用，把他矿场一飘，飘掉矿场，但是呢，被牛车给打死了。哎呀，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然后我们现在分兵啊，他只有三个建筑，我分兵下去打他的基地。把他坦克吸引下来，然后我们再打掉他的电厂跟矿场，他就没了。但是这个人很聪明，把基地拖回去了，然后坦克又下来保护基地，这下就不行。这下万一没有换掉他的建筑，我的坦克就容易死亡了啊！还是保险一点，先把粉色的牛车打掉，打掉粉色的牛车呢，全部退回来。反正我们经济好吧，不着急。你看我的钱越捡越多，刚才还3万多，现在5万多了。现在这个粉色呢？被我打掉了很多牛车，这个粉色呀没什么坦克，他把这个钱呢全部留着去造巨炮了，你看到没有？造巨炮没有用的啊，他的巨炮呢只是一个防守姿态。现在我们只要想办法把这个绿色带走就行。你看绿色想来打我啊，我们把坦克全部推到家里来，然后在家里呢出一点大口径，再摆一个大炮。我们是主战场，他的坦克虽然比我多一点，但是他强行冲进来不一定打得死我。你看我们又捡了个基地，对吧？又捡了个基地，继续造重工，然后继续捡箱子啊。现在我们装了一点这个雷电车，这防空车里面装了一点大头兵啊，然后再到外面去捡箱子，看看能不能再捡一个三星。这个粉色呢他也有个三星防空车，想到后面偷袭我。现在我看看这个绿色啊，绿色坦克全部在上面，我们的防空车走到下面。你看粉色偷袭我，对吧？我们放个大炮把基地拖动一下。我是法国，他偷袭我比较难的，我们家里有巨炮，不像这个绿色，对吧？绿色他没有巨炮的呀。我又过来偷袭他，把他的矿场打掉，打掉矿场以后再打掉他的电厂。把这个牛车，你看这个防空车呀没有升级，打起来就比较慢。把他矿场电厂打掉了，那么这个小绿呢终于受不了了啊，他所有的东西都没了，就剩一个基地一个兵民。我就想把他这两个建筑打掉，但是这个人呢又回来了，直接换掉他的基地，换掉他的基地他就剩一个兵民了。把他基地打掉，但是没有升级，打得非常慢。哎呀，差一滴血没有打爆他，没有打爆他，我们再造一点防空车啊，然后在家里疯狂摆大炮。既然这个绿色不敢冲，对吧？不敢冲，那么我们就来，我们把这个大头兵呢全部蹲在这个路口上面啊。这个粉色呢，他没有钱，对吧？牛车被我打完了，而且呢，他刚才还打字，他说他连全球卫星都没有捡到，他就捡不到箱子了。你看绿色要冲了，对吧？这个时候你冲，我们也不怕你啊，我的坦克也不比你少，而且我们还有大头兵。然后蓝色在上面打字，他说你还不去帮绿色，你再不去帮绿色，绿色就没了呀。然后粉色又在上面打字，我坦克都没有，我怎么帮，对吧？我坦克都没有，我钱都没有。然后他还跟那个蓝色说，你看看我家里有什么，我家里就剩巨炮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他说我怎么帮。然后他说没了没了啊，直接投降。